近日，古力娜扎受邀参加某活动，只见她穿着一袭半露肩深 V 礼裙，紧身的款式尽显她傲人身材，直接美成全场焦点。不过，也有网友在网上抛出了娜扎当天的未修图，让人惊讶的是，这竟然跟精修图没有什么差别。虽然娜扎的脸上有粉底的修饰，但看起来她的皮肤还是嫩到可以捏出水，五官也依然立体，也完全无惧镜头。简直颜值爆表，天生丽质，好让人羡慕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